我想一下。两个字的男演员。文浩。那就邓超。那就王迅。哦。张译。哇哦。厉害。别夸人家，你自己说自己的。你夸人干嘛？那。男演后期能不能帮我做出那种其实很多人的名字我都知道，但是没有一个在我脑子里最后回答出来的那种。这后期要怎么做？又要体现这些名字？王浩说了啊，说了吗？刚刚他第一个就说了史策王浩嘛。对，还有谁经常来我们节目的特别可爱的那个？我先去开门。两个字的男演员有谁？两个字的啊，说过了，还有吗？快问一下他们，快问一下他们，你快问，快问，现在问一个，问一个没说的，快快快！师傅豆腐来了，哎，方明强，还有两个字的男演员有谁啊？靳东，哦，方明强是吧，师傅？好多呢，还有谁？去求助黄老师。我们都听着，然后他没回来，我们把那俩都说了。他刚说了一个靳东，哦，修睿，哦，无敌了。到我靳东，我说的，我说的。我说修睿，你们不会查手机了吧？我没有查手机。哎，我们不像某些人要求助外援。对呀，找黄老师这可还行。这个得快，这个那么多呢，赶紧的。彭畅，啥？你说彭彭我都可以忍。彭畅是几个鬼？彭畅，我原名叫彭畅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身份证拿出来。我身份证上叫彭畅，但我的户口本曾用名是彭畅。哪里呢？拿出来户口本。没带啊，谁出门带户口本？真的吗？真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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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。好，好，算你过，算你过。现在说原名。要说每个人的原因，啊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张家帅，是谁？一心哥，任国超，任国超，白梦妍，谭晶晶，谭晶晶，原名叫谭晶晶，我小时候叫谭晶。来吧，到你了。毛毛也原来叫什么来着？对呀，啊，我都知道。王维嘉。哦哦哦哦，对，那我猜不到。深深原来叫深深吗？他叫周什么？周星星。周星星。这么可爱。哎，这茶这奶我是给直接煮在里边？好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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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一点点盐。我给你弹一首我的新歌。好的呢。姐，你写歌啊？嗯。啊。走吧，我们去那草原，骑马唱歌看牛羊。走吧，我们去大海边。对不起。等一下，等我化妆戴耳环洗头发，穿上白球鞋大 T 恤。大裤衩，好 ，OK， 到这儿到这儿，哎呀，哎呦哎呦哎呦，累累累累了累了，可还行，唱完就累了，这个厉害。这是八音鼓，八音鼓，对。双眼
藏着你的思念，你一定能看见，只要你愿意走向前。天天想你，我最喜欢的歌。天天问自己，记忆到底到什么时候才能看见你？天天想你。那时需要我帮忙啊？你帮我，帮我搬两盒蒜吧。好 ，OK。毛毛，你，这段时间在拍戏，有没有非常想我们呀？想你们。有看，前几期都有看，是吧？看见我们在远端呼唤你了。看，人都冲你来的，就你不在。啊？我不信了。给你来说，鹏鹏呢？好多嘉宾都是说，哎呦，特别想上《向往生活》，一听说鹏鹏不在，说算了，那还是下次了。怕我们服务不到位，主要感觉对你的服务质量还是比较，就是风评比较高。那你后边要拍什么了？拍《云边有个小卖部》。那你也不能歇一歇了哈。本来想歇的，但后面想了想，很久没有作品上跟大家见面了，跟观众，对，所以想可能就今年辛苦一点，多拍一点。为什么是今年呢？因为29嘛。哦，希望在29的时候，希望32立嘛，努努力，多尝试一下。因为有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角色，主要被挑选嘛，你没办法。还有啥要做的？没啥，没了，刚播完最后一个。只有包蒜吗？只有包蒜。我还可以切东西。切东西也不用，没什么菜，我就很简单，我弄个羊肉，然后再做一个水煮肉片。松韵来总是要做点四川的东西嘛，是吧？仿佛回到了第一次。第一次也是做了四川菜哈。啊。哇，好香啊！我来做水煮肉好不好？真的吗？这太帅了。今天这个饭是专门为你做的，希望可以带给你快乐，带给你温暖。谢谢。咱们还做水煮肉片，跟第一次一样，是不是刀烤辣椒？哇，好香啊！经典的滋拉时刻。哇，好香！救了命了是吧？要了命。我现在命很好救，黄老师每一道菜都能救我的命，真的。好了，我炒两个菜就完事儿啊，10分钟我就搞定，哎，10分钟就搞定了，对，很快了。香干肉丝，芹菜，走吧你。绝了，这个肯定绝。茄子我烧成鱼香的吧。好。孩子们，我现在把这个茄子一烧就搞定了。搞定了。对，这汤真的，这肉炖的相当烂，炖的。哎，哼呀叮噔噔叮噔噔，好吃好吃，好，可以吃饭饭啦。我看看外面现在是什么样子的。外面现在是什么样子的？
不热，我们都可以直接在院子里面吃，都不用亭子，在院子里面吃吧，黄老师。啊，累。呜呼，大菜来了。嗯，哇，这桌子好小。这对，怎么？把这茄子搁旁边呗，把这个羊肉搁这儿。好的。感觉今天比昨天更丰盛。嗯。这是那个苦菜拌沙葱。哇，这好清香。哇。哎呦，太完美了。这要都是硬菜。来吧，我们谢谢黄老师，来。辛苦，您别客气。温馨的小饭桌，太美好了。真美好啊。吃起来吧。好吃吗？软烂脱骨，软烂脱骨了都。嗯，那我也来。哇，太好吃了，是吧？哦，好吃。哦，哎呦，走走，虫子走。哇，真的很。我们吃饭，蚊子吃我们。松松，你小心一点，我们脚底下都有那个蚊香，蚊香，你别烫着。哦。嗯。咬着我了，嗯，咬到我手上了，嗯。我觉得如果不行，咱就搬到屋里吃去，没关系。可以啊，嗯。我们整体把它搬进去，把这桌子搬进去。好，好不好？那我把蚊香要把它取下来吗？不用，先这么端。我们是直接端。端对，然后，哎，朋友，先放下筷子，朋友。我是想说，削面是怎么就可以少？来来来。